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一下。这两，以前这两个前面是有两个男车是吧？去完了。啊。哦，那两个是报警是谁的？是你爸爸的哈。不是的，你们家好像是我爸爸的。对，你爸爸随时去报警啊，因为重视我们这种，就是我那两个那天那两个炸弹啊。啊，我问下我阿妈在，等一下。好，可以。放回去啊。是我哥哥报警的，因为他怕那个车拿去卖，因为他车牌还在那里。哦。不是因为那个事情是我问的。啊。因为那边是一模一样的车，哦，我们找烂贼的时候，我们去找他，他就讲还有一辆蓝色的。还有一辆。啊，他跟他一模一样的那辆车在是吗？哦。他讲我还有一辆，你要买吗？好像可以要多少钱？他想买吗？我就给他买了。就是我跟我那个哥啦，我买啊，我给他钱，他想在我问他在你还在芒果树下面，就是这边吗？就是我。那辆车。哦。因为我们也不懂那车是什么，因为我们也不懂那车是什么。哦。哦，我们不是故意弄的，那不是就摆天弄嘛，对吗？哦。就是你要联系方式还是我不知道联系方式，讲解清楚是吗？哦，因为我们这个手机号，我们该要放法庭。哦，就是他们那边的人，他们讲最好是叫我们啊，就是帮忙叫我们，不是故意的呢，因为你们也知道我们也是早上啊去做那点，我给他钱了才干，白天他不出门也不知道是那个老板，就是那个老板，然后这个车就他们自己的，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好，就真的是那啥的。帮忙一下啦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不注意的。OK。带到红这两个字出来，你都没有。